好像没这么厚的雪，旁边。有，那是水，那是水浆，我都折几张照片。这个军我有这大花大花人呢。那个军不对你说。他这次不是有一个这个部队的一个大换大换改制吗？大改制，这几天都在换。那个布置进行调整。或者说，退步。他这个布置不调整，他这个打起仗来了以后，没有粘性。你不跟王师傅这个事，得看看就是说的干固的这个三轮车现在大，他花这么几年的，这么多年的。连万坛四成五起，他就待几年了，是吧？他有万坛四成沟都叫几年了，他还在。哦，也扎实，干干。干固一些。他不那些了，他省那钱了，是吧？他国家又可以给他出钱。他现在退休了一个月的话，啊，几万块钱收入两万多。那他现在是干的洗？他就只吃两种药。他就只吃两种药。一个就是教授给他开的一种药，还有就是一个人给他指定的一种药。就是一种药，就是脑内科过来做的那种院子。他干干已经待五六年的。内科嘛。哦，内科嘛，就是用内科嘛做的那种院子。还有一个深圳有名的，就是国家一个有名的专家给他开的一种药，就只吃这两种药。他肝硬值得过到这个三分之一了的。肝溃疡。过到过一站。肝溃疡。反正他也算是奇迹了，他真的也算是奇迹了。你现在发现没走？不走，发现的时候就过去了。不过他很瘦，王姑父很瘦，好瘦好瘦。反正王姑父的话，我上次听说他住着王姑父这个安全院，就是老大啊，有点背着长辈那种那个，他就住着叔叔哈，也是王姑父照顾他的嘛。王姑父说，他说你看，谁知道他是个肝癌晚期的人啊？他叔叔那个他儿子读工作嘛，是吧？他也没请保姆，他不想请保姆，就是王姑父照顾他。我觉得姑父好有福气，王姑父嘛，好有福气。男人他这么些，他就喜欢上学啊，所以根本我们不是就跟他打扫，他说那别照着呢，别照着呢，反正点点滴滴就跟他照顾的。我一万四成五万四成，真的是看看啊，真的是，我还是顶班没出成教育啊，我都好佩服他的，就是，哎，真的呀，所以，就他们就住那地方，他四个姑娘感觉倒好。给他跟，然后超市要吃点食，反正他思思好好都说啊，等着你的好消息啊。他也说话，到他屋里真跟我说话都是轻喜，反正不能大声说话，像我都会说话，我有很小的声音，就是那吱声子嘛，很小。嗯，好喜欢，都会就自然而然就融入我自己了，都会里面都在环境当中。反正他看小妹儿就看好叫你嘛，表妹儿把身体的什么看出来啊？啊，小妹儿她生的完，表妹儿生的又双胞胎嘛，大大小小，好有味那两个小孩啊，两个男孩儿又是吧？啊，这个膝盖做一个，这个。